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套塔巴塔的动作。今天我们这一套的动作完全是针对我们的腿部训练，可以有效的训练我们的腿部的爆发力，还有我们的肌耐力，保证你们在做完这一系列的运动之后，连站都没办法站起来。Let's go!We'll be right back.